们是晚上12点入住 T12 Hotel。哇，好亮啊！哇，这是餐厅哎，进来是餐厅。哇，全台唯一国际认证力宝国际赛车场 T12。小辣妹。很晚了。哇。哇，一个电视，电视两个张床，那是篮球的。我们来看它的盥洗的浴室，还有梳子、刮胡刀、牙膏、棉花棒，还有那个猫那个洗澡的，要洗吹风机。哦，每次拿的那个智慧马桶。这是饭店的早晨，赛车跑道，很酷哎！现在早上9点，可以开吗？9点已经开始有人在飙车了，可以开吗？开哦！啊，我可以开。开要到很大吧，而且这个要训练过呢，不是随便拿个车这样开，这都要训练哦。你看，哦，帅哦！我们来吃早餐，能量 coffee 早餐供应时间。看我呀！我有，你看，很美式哦。美式早餐。哦，我还可以看赛车耶！我们要坐哪儿？啊，可以坐上面。好。有小妹妹跟你一起耶！哦，吓，好痛！会。一楼这边是更近的赛车跑道观景的餐厅，这里是早餐，大家去拿早餐了，很美式的一个装饰。我们吃什么？哇，中式又西式的早餐，牛奶、炸鸡。太多早餐，下跑掉了。来看他们的早餐，有牛奶，然后这里是水果、青粥、肉松、沙拉、饮料、咖啡、花生汁。点沙拉，早餐糖，蔬菜，水煮蛋，白饭，肉饭，那边还有炸的，荷兰小松饼，大鸡块。奶糖吗？